齐国故地，海域咽喉。2000年竹海为盐，携海力通八方圣域。400年织茧为绸，因工巧创海丝源头。花开四地，绝处逢生，开创近代民间金融繁荣。一门六英，渤海走廊先烈热血，成就胜利果实。鱼鲜滋养，遥远时空隔不断味蕾记忆。海域新城，平衡中构建生态家园。山东昌邑，齐国旧都，兴昌之意。盐是这片土地延续千年的独特印记。从空中俯瀚昌邑，渭河水穿城而过，一块块盐池将大地变成巨大的棋盘，延伸至海天之际。资邑故城遗址距离昌邑市龙池镇立余村东南方大约2000米。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第二研究室副主任党浩当年主持了这座西周至金元时期遗址的发掘工作。2012年呢，我们在资邑故城发掘了22座窑址，清理了大量的瓦陶瓦，但是他因为他发现在当时来说比较偏僻荒凉的地区，所以我们就怀疑这些窑可能与盐官或者官署有关系。昌邑市博物馆里保存着一批器形完整的巨大陶罐，名为窥形器，是商周时代用以熬制海盐的器物。这是西周的一个煮盐用的，相当于它的学名呢叫窥形器。从西周到东周，咱们这个昌邑北部沿海煮盐一直都延续的，中间没有断了。周礼天官的官吏职责体系中，专门设有盐人一职。资邑本属西周封国纪国，拥有丰富的卤水资源。公元前693年，齐襄公兴兵伐纪，占领资邑，这里很快成为齐国制盐的核心区。齐国占领了昌邑，然后大力发展盐业，使这里的盐业生产活动更加频繁，产盐的产量更多，制盐的工艺和流程更先进，产盐量更大，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汉武帝时推行盐铁专卖制度，在全国主要盐区都设立了盐官，
今天昌邑所在地区，当时的都昌国集居其一。昌邑就是当时的都昌，在文献记载里头，这里就设立了一个盐官，这是说明当时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盐区域。此后千年，昌邑一带在历史上一直因盐而重，因盐而兴，至今依然是国家重要的产盐区。浩瀚不竭的盐卤是自然对人类的馈赠，这种丰富味觉的资源开创了昌邑这片土地千年的文明。柳绸又称剪绸、做绸，是以座蚕丝为原料织成的绸缎。与桑蚕丝所织丝绸相比，柳绸具有更好的耐磨、耐酸碱、吸湿保暖等性能，并且具有独特的珠宝光泽。飞梭日日到黄昏，生花妙手织柳绸。这幅场景描述的是昌邑市柳团镇百年前的繁忙热闹。昌邑柳团曾因丝绸盛誉五州，柳绸之名即指柳团做绸。当时有一个说法，在世界上知道柳团而不知道昌邑。那时候的我们的工商业者、丝绸经营者，在他的家信上或者他的商务信上，只要写上中国柳团这四个字，这封信就能安全地寄到我们柳团邮局，就能寄到工商业者的家。2012年，昌邑市开始筹建中国柳团丝绸文化博物馆，严朱云是筹建负责人。博物馆的第一件复原展品就是这座柳团邮政局的建筑模型。当时柳团邮局是建于这个光绪28年，也就是1902年，是昌邑最早的邮局。它没有建立在昌邑城，是因为当时柳团是昌邑的经济中心。昌邑自古有纺织传统，明末崇祯年间，柳团棉布享誉市场。清初，此地民间已经开始以座蚕丝纺织成绸。道光年间，人们引入了缫丝技术，使得柳绸开始了规模化生产，在京师市场颇受欢迎。柳团自此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丝绸集散地。这个当时柳团也特别繁荣，这个从业人员达10万人，这个织机还有这个3万家，这个进柳团街的门头丝绸门头就接近400家。当时的柳团不仅是莱州湾地区的经济中心，也是附近一带的金融中心。柳团两大银市对当时银价的影响可以辐射到北平和上海。鸦片战争之后，昌邑柳绸远销海外。从国外呢，就是由闯北洋。当时柳团丝绸工商业者闯东洋，北洋就是现在的就是俄罗斯，东洋呢就是朝鲜和日本，再就是南洋就是现在的印尼、新加坡一带，再就是西洋就是欧美。1915年，昌邑柳绸被山东实业公司选中，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获得大奖章。据统计，那一年昌邑柳绸出口量达到高峰，总量约10万匹，总价约400万银元。1933年，柳团丝绸参加在芝加哥举办的百年进步纪念世界博览会，再次获得大奖。昌邑民族工商业者携柳绸开拓国际商路，续写了近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918事变之后，柳绸国际市场收缩，作为作茧重要供应地的东北沦陷，昌邑柳绸日渐衰落。而当时身背柳绸出海闯荡的昌邑人，在国家危难之际，纷纷从远洋之外向故乡伸出援手，他们在海外募集资金，捐往国内支持抗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柳绸再次恢复生产，历经技术更新和产业迭代，如今的昌邑丝绸再次走上产业化道路。中国柳团丝绸文化博物馆至今保留着原始的织布机，老艺人刘元勋愿意无保留地将织丝技艺传授给年轻人。我得不教他们，这个行业的时长了，我是绝对不保守，绝对不保密，这个行就是创出来的。2006年底，柳团丝绸技艺成功入选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粒蚕茧演绎百年繁华，千缕丝线织就万里商机。从柳团到世界，延续千年的齐鲁货殖文化，凭借柳绸这一鲜明的商标，在清末民初大放异彩，造就了赫赫有名的昌邑侨乡，也孕育了持续数百年的经济繁荣。这是一张1954年的民营资产捐献登记表，捐献主体名叫工程银行。一张小小的表格背后，藏着一段清末民初中国民间金融风起云涌的历史，也藏着一个家族的百年故事。江伯五大公。20世纪初，昌邑江氏兄弟及其后人创建的民营企业集团，至今在昌邑仍然赫赫有名。这栋修建于1817年的江氏祠堂，位于昌邑市古庄镇江伯村，是江氏家族历史的见证。年过六旬的江再亮退休后，一直带领江氏族人修缮整理家本。从这张偶然得到的捐献登记表入手，江再亮一点点还原了江氏家族的百年历史。宋末元初，昌邑江氏一世祖江文庆由黄县迁至昌邑，历经数百年发展，江氏后人成为昌邑地区的名门望族。清朝嘉庆年间，昌邑江伯江氏族人修建祠堂，请当时名士江家子弟李士珍写下了族训。
龛刻于祠堂石碑上，成为姜氏族人为人治家的指导规范。这是姜氏家族重要的一个建筑，说对应面这个六祖乡愁嘛，每年都来祭祀这个地方，姜氏祠堂、姜氏族谱，历代留给后人们的宝贵的文化历史遗产。清朝末年，昌邑地区连年灾荒，人们被迫闯关东谋生。姜氏族人中的姜汝顺、姜汝孝两兄弟，最后在地广人稀的吉林榆树县落脚。之后又举全家之力开小店，经营各种小生意。凭借齐鲁子民传承千年的商业基因，姜氏家族很快成为当地的富庶之家。汝顺、汝孝两兄弟去世之后，商号变成了公茂、公裕、公曾、公盛、公泰五大商号，五大公的称谓由此诞生。1844年，五大公在吉林成立公城玉钱庄，开展金融汇兑、代理买卖货币等业务，很快成为当时网点遍布全国的大钱庄之一。几年功夫，钱庄生意遍及大半个中国。艰苦创业，我说真是硬闯出一片天地，给后人他留下的宝贵财富就是硬闯能干哈，敢于创业，敢于创新，是不是？创自己创出一片天地了。1938年，工程玉增资改称工程银行，至1942年底，工程银行的分支机构增加到19处，通汇地26处，职员达到600余人，仅汇兑业务总额即达到230余万元，成为全国私营银行业之巨擘。在工程银行金融成就基础上，五大公家族投资实业，开办企业，涉及丝绸、五金等各项业务，带动了整个昌邑商人的向外开拓发展。100多年间，五大公构成了覆盖大半个中国的金融业务网络，许多下南洋、闯北洋贩卖丝绸的经商者在这里取得所需资金。五大公为我国近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姜氏后人始终秉承先祖闯关东、开疆拓土的革新精神，严于律己，勤于精进。在他们的带动下，在外闯荡的昌邑人不断回乡捐资修建祠堂，帮助后辈求学，形成了整个昌邑不断向外延展的人文性格。直到今天，昌邑姜氏一门的数百年辉煌仍然深远影响着当地人的精神风范。克勤克俭、向学精进之风，成为这片土地绵延不息的文化传承。昌邑市龙池镇矗立着一座渤海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两位年近90的老人在晚辈搀扶下缓缓走进一门六英雕塑群。我二哥牺牲的时候24，我六哥是14去当的兵，我二哥大壮大雕大侠有眼了，也有腿也刮腿刮的也瘸了，叫他连着佛院长的他也不来家，不革命成功不回家，非革命成功不行。雕塑中的人物正是这两位老人的同胞兄弟。雕像的背后
一个家族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也浓缩着昌邑这片土地的红色精神。抗日战争时期的昌邑位于胶东抗日根据地西大门。1941年2月，昌邑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瓦城正式成立。寿光、潍县、昌邑三北地区初步形成了抗日根据地。为了能够连接胶东与清河、鲁中根据地，地下党组织指挥游击队和昌邑群众开辟了一条安全的通道，其两头分别插入胶东、清河两根据地。这个通道横跨三个县，包括40多个村庄，东西长约60千米，南北宽约5000米，犹如渤海南岸一条狭长的走廊。这就是山东抗战史上著名的渤海走廊。借助这条走廊，大量共产党干部和队伍来往于胶东与鲁中。1941年2月，许世友带领清河独立团赴胶东执行任务，在当地人民武装的掩护下，顺利通过日军封锁，进入胶东抗日根据地。更为重要的是，胶东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黄金、货币和一些重要的药品、军火等重要物资，通过渤海走廊运往鲁中根据地。在全面抗战的8年中，中共山东分局向延安运送了至少13万两黄金。在国民党政府停止八路军军费拨付并封锁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下，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最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这些黄金中，相当一部分正是经过渤海走廊输送到中共山东分局，再转运到延安的。在团结一心、保家卫国的精神鼓舞下，无数昌邑百姓加入到了抗日队伍当中。1938年，昌邑龙池镇农民孙格田送大儿子孙同忠参加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孙同忠作战勇敢、机敏过人，很快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孙格田又送19岁的二�儿子孙同孝和16岁的四儿子孙同爱参加八路军。不久之后，又送16岁的五儿子孙同信和14岁的六儿子孙同和一起参加革命。1945年6月。孙格田的四儿子孙同爱在战斗中牺牲，年仅22岁。同年，孙格田送走唯一留在身边的三儿子孙同义参加革命。兄弟六人跟随部队转战各处，奋勇杀敌。与此同时，许多昌邑子弟前赴后继加入革命队伍。更多的昌邑百姓成为了抗日部队的强大后援。发生在昌邑的抗战故事，深深感动着昌邑市龙池镇的退伍老兵魏铁良。苦尽烈脂，牺牲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的，都是青春的年华，连个家户都没有，都没有后代。我是每个人去给他们守着。也是在天之灵，也不敢信，不管钱多少，我在这项工作我干定了。带着深深的崇敬，魏铁良守护着这座烈士祠，也将整个昌邑的抗战史整理成资料，向来此参观的每个人讲述。现在渤海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已成为昌邑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红色生命线的故事仍旧在感染激励着年轻一代。曾经像一盘反沙一样的住在偏远地区的群众，被共产党这股神奇的力量团结组织了起来，攥成一个有力的拳头。英雄已逝，浩气长存。英烈故事在岁月的长河中书写浩然正气，那份英勇的红色精神永恒地激荡在每个昌邑人的心中，时时回响。中秋将至，土生土长的昌邑人安迎昭为回家探亲的华侨王孝宗准备一桌地道的家乡美味。从古至今，绵延的海岸线为昌邑人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虾鱼蟹贝自古便是昌邑人的餐桌日常。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地道昌邑菜挖掘整理的安迎昭深知，辣椒蟹子酱是昌邑人不可磨灭的家乡记忆。很多漂泊海外的华侨回到昌邑，总是惦记这一口独特的味道。我们昌尾辣椒子酱的特色，首先呢，所用的原材料，梭子蟹，红尖椒，大葱。还有海盐，全是我们昌北特色，本地产的。安迎昭做的蟹子酱用的是上好的梭子蟹，维和入海口附近几乎一年四季都会有梭子蟹供应。将梭子蟹洗净晾干，用传统手艺熬制酱料，加入辣椒、大葱、海盐，将梭子蟹浸入酱料，装罐封存。一罐引人垂涎的辣椒蟹子酱就做好了。在昌邑，家家户户都会做上几罐这样的蟹子酱，用以待客。安迎昭准备的另一道特色美食名为咸汤。这种因鲜咸命名的菜肴，主料为昌邑出产的各色海鲜。安迎昭最喜欢加入自家咸汤的食材是对虾。产于昌邑的对虾色泽鲜艳，肉质细嫩，烹饪后通体呈红，香味浓郁，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昌邑刘团镇，曾有个很有名气的小码头，叫陶家口子。昌邑的丝绸经营者就是从这个小小码头登上船，奔向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据昌邑市侨联统计，
昌邑籍华人华侨分布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数约20000余人。王孝宗就是这20000游子之一。家乡味道对于远离家乡30多年的他来说，是一抹不能忘却的乡愁。树高千尺，叶落归根。游子身体里流淌着维和血脉，灵魂中回响着昌邑的乡音。而这一口地道的乡土美食，搅动起乡愁中世代传承的故土情怀。历史上的昌邑一直面临着水患之忧，直到近现代，维和入海的顺畅与否，仍令昌邑时时面对着旱涝不均的现状。治理水患、发展水利，一直是昌邑人奋斗的方向。1992年，昌邑市维和防潮蓄水闸建成。王永利守着这个水闸，已经度过了10多个春秋冬夏。这个闸建成以后呢，它首先的作用呢是防潮，防阻止了海水淤沉；二一个呢，就是利用自水库灌溉两岸的农田，改善地下水。维和防潮蓄水闸的建成，疏解了维和入海的压力。有效调节了大雨成涝和久旱无雨的失衡，同时为农业灌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昌邑形成的一闸四坝、梯级拦蓄的河道型平原水库格局，拦蓄水量8000万立方米，有效改善了15万亩农田的灌溉条件。2019年夏季，特大热带风暴利奇马袭击了昌邑，维和流量达到历史极值。王同事们24小时值班，他们既要保证泄洪成功，又要保障不使海水倒灌，留住宝贵的淡水灌溉农田。最终，维和防洪蓄水闸经受住了考验，王永利和同事们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人与水的平衡，人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在这片土地上始终是主旋律。昌邑人对于生态的维护不断有新的举措。2007年10月，昌邑国家级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设立。这个总面积约29.29平方千米的区域，作为山东省境内成立的首个国家级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保护着以蛏柳为主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物。这是我国为数不多的以蛏柳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级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当年，由于滨海高盐碱化和沙化，昌邑沿海地带始终存在生态恶化的隐忧。咸丰阵阵，遍地不毛，曾是这一带的典型地貌。为了能够改善莱州湾南岸脆弱的生态环境，昌邑人想了很多办法。大多数树种都难以在海边的高盐碱沙化土地上存活。经过当地农林技术人员不断试验发现，生长在沙漠的蛏柳不但可以在这里存活，还能迅速成林。昌邑人开始在海边的滩涂上大面积栽种蛏柳。
张柳林对维护海洋及海岸生态系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净化空气，防风固沙，保护防潮大堤安全，防止海岸侵蚀，改善脆弱的莱州湾生态系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十三五规划中，国家实施了南洪北柳湿地修复工程。近几年，昌邑市通过采取限制保护区内开发建设、人工移植、加大宣传和巡查力度等措施，使撑柳林面积逐步扩大，周边海洋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具有北方特色的撑柳林踏青和海滩十倍滨海旅游观光带逐步形成。撑柳林改善了海边生态，伴随昌邑千年之久的维和水患也在近20年的水利建设中逐渐远离。近年来，昌邑启动了新一轮维和发展战略，规划建设了生态农业观光区等产业和文化基地，建成了集旅游、观光、娱乐于一体的维和风情湿地公园，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认定为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而这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如今也依然延续着海盐带来的繁荣。昌邑年产原盐400万吨，约占全国海盐产量的1/6。因河海之力而兴盛，因河海之患而奋起。昌邑千年文脉源于珍重自然的馈赠。在新的时代，生态共融与技术革新延续并丰富了以河靠海的富足繁荣，也绘制出更广阔的发展蓝图。以盐为印记，开创商贸之风，物富于外而历史积淀深厚，民丰于内而精神鼎革向心，携海洋之力千年更迭，秉宫琴之风繁荣百代。昌邑，昌隆热土，生机之意。